有龙。我可以感觉得到，有十分强大的药力经由这里往某处流动，或许我可以趁其势挪动到原本的所不能及之处。哎，超靠北的，超靠北的，要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然后要干嘛呢？来，我跟各位讲，要这样，用移形画法，移形画法。没看攻略，谁知道啦？他还去选种，重要势力最后的集聚之所，就是这里吗？这地方是，好奇妙的感觉，就像回到自己真正的家，回到自己最原初的来处一般。我也这么觉得耶，小五大哥、宁生姐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非名亦非忧，只有近乎永恒的虚无。如此沉静的灵分，是我之前所不曾见过的，仿佛神死太初之时就存在的天地之气，莫非就是所谓的太虚之境？风姐姐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这是九魂天洞里的最上层天井处，有着这无方幽影中唯一能接近太虚之境的处所，似乎是唯一能让我们回到冥界的途径。而在掌门封着九魂天洞里的此刻，所有藏于的药力竟皆身具于此，这么要不突破冥幽之界就更容易了。真的吗？那是太好了。那我们该怎么做才好？魏教授周围的三个盘座，似乎是行过太虚三巡级，而咱们脚下所站的圆盘，就是太虚的所在。以我对太虚的所知，我猜只要以某种方法移动三巡级之力，分移此地的药力与三级之处相感共应，应该就能在这里开启天门之道。丁峰姐这么说来，移动太虚三巡级之力的方法，应该就是那三把幽药不会错。没想到最后的部分，反倒比之前简单多了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就快可以回家了。是啊，这趟输了，也不会有人相信这个天外奇旅。想必我终此一生也不会忘怀吧。不过此刻，我却只想赶快回去。是啊，夏侯兄弟，我也觉得归心似箭。等回去之后，咱们先好好喝一顿解饮，然后你带着冰里姑娘、小妹子想来的话也可以，咱们高高兴的到西域各处玩他一趟。这么想来，可真是侠义啊！这还用说？人家当然要去，不过可不陪古大哥喝酒哦。那古兄，你们这番话，连我都差点觉得自己回到冥界人世一般。不过没到最后，咱们可不能就此放心松懈，还是赶快试试幽药是否管用吧。凤姐姐说的是，咱们这就走吧。这边应该没提的吧？对，之前这边一点提示都没有。咋左记？我感觉得到药力开始朝着定之玄柱流动，看来是放对地方了。怎么可能那么轻易让我们回家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最后一把了哦，要打 BOSS 哦！大家有准备好卫生纸的吗？大家卫生纸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会哭哦。好，结局。再弄移形换法，对不对？对，用移形换法。哭啊，
哭起来。九星七曜，化阵成华，前法诸仪，前引五道，定、运、化三界之力，为我们在这太虚之中开启玄极天门，让我们回访幽冥彼方的明确人士吧。失败了，我们还在罗侯城内，移形化法没有把我们送离死地，不该会这样的。这些咒术之能未被封止，那么天门就应该打开了啊！该不会是受到什么妖异的干扰？愚者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一走了之了吗？自从心里响起的冰冷声音是罗侯城。用你这胆大妄为的叛徒，大概已经忘了谁是这幽界的主宰，忘了这九魂天洞仪是出自谁之手。你以为只要封止了天洞仪，就能由此地逃离我卧于古掌之中的幽界吗？你大概不知道，无所居的幻煞幽囚，就和这太虚玄囚互为表里吧。你们妄图以移形幻法从这里逃脱，正好是自投罗网。原来如此，我果然是太大意了。麒麟尊神，石壁一行只被小觑你的无方大能，只是想密路离开此地而已。离开？可笑啊！可笑，你们这两个大胆叛逆，在城内这帮肆心妄为之后，还痴心妄想人生离此地。既然千年之计已逝，入席人世之事暂且搁在一边。虽然凶死的药客尚未来到，无知真力还未大于顶点，但以这心境得到的平体的力量，已足以彻底解决你们两个叛逆。平底，尊神，当日在黄泉殿一战，我侥幸以七成阴落之力保住了玄妹，战那之后，你却又从哪里得到新的平体？火妖，你没有料到吗？那是另一个你转身后的分身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无法成为死的暗星啊。渴望力量的他，以平神之气献上了魂体。魂魄上原本就是无知眷作的他，可真是绝佳的平体啊！罗侯神，你说的是黄埔堡主三师兄成罗侯神的平体？风姐姐，我想尊神的所言不假，黄埔堡主一直想要战胜自己所憎恨的宿命，希望对这冷酷待己的人是复仇的念头，这些我都能够理解。但若为此将一切奉献给罗侯的话，会留下的就只有永恒的幽暗而已。和我同为暗星之魄的他，为什么看不透这一点呢？或许这就是三师兄的宿命吧。我于此早有心理准备，一定。看来咱们最后一战了。这都是我的错，本以为可以由此逃脱升天的，却因此将大家带进了死地。小兄弟，既然大伙答应和你一起同赴此险，本就心怀有去无回的觉悟。不过，就算敌手再怎么强，咱们也没有束手待毙的道理。就爽爽快快的打上这最后一仗，我古伦的死而无憾。古兄说的对，即使罗华是能吹死一药的创世星神，毕竟已被禁锢在幽界数千年。就算他们心里不心占却，未必就绝无胜机。古大哥、学妹、风姐姐，既然到这一地步，咱们就尽全力一战吧。与我同生共死的幻剑呢，只要这一战就好，把你全部的力量
都借给我吧。来吧，即使是有你的主宰罗侯神，我要拿尝尝我手中长枪的滋味。愚者，你们竟然妄想能胜过吾之力，就让你们见识何谓真正的神威。我们不可以小看罗侯，我们一定要尽全力打他，打爆他。所以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。我记得我打两场吧。人家罗侯哎，那那么容易被打伤。他冰雷跟暗，冰雷还有暗，光不怕。哦，他蓄气了，罗侯放大绝了吗？没有实体，所以他才不能移动，是不是？哦，是这样的。投放现在用十人反正有用吗？用看。也有用。蓄气快多了，快快快快快！罗侯阳。等下罗侯阴哦，我今天观众好多，真难得，大家都只看，大家都只看结局的人，那以后不要急着都要打结局，标题片。感谢尊神手下留情，这场仗是我们侥幸胜了，真是一场精彩的好仗，不愧是我当年以自己的魂体精心创制的人偶，既然如此，那么吾也得认真对付你们才行，以吾真正的姿态与力量。巨大的蛇神，这就是罗侯神真正的样貌，罗侯神真正的姿态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他身为创世三神之一的幽冥主宰，
本就不可能那么容易败在我们的手下。既然他在我们面前显现一战的决心，咱们也只有在此全力以赴。来吧，不管要打上几场，老子奉陪便是。这是你们的最后一刻了，我用比你为了你们的愚昧而悔恨吧。你们注定要消失在深淡你们的幽影之中，就和你们想要保护的明矮一样，颜面吧。冰雷暗，刚那个是落后光武吗？还是普通攻击？看起来是普通攻击。玩这个结局路线是不会打，不会打那个谁，黄埔生的、啊，不会打黄埔炮竹。会吗？还是会？好像不会。幽幻旋律，我操！直接把我下位也吃掉了。小伟被吃掉了。
直接送我下地狱。扯，真的扯。BOSS 都我秒杀就对了，啊？啊？不给开啊！不给我开挂啊！我偏要开。看到没？还好还好，但是很猛的这招，还好，嫩，你呢？是抵受不住你们的力量，难道？难道我必须再次失去实体？不，一切不该会如此的。荒木堡主，他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？而且还满身是伤。三师兄。三师哥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切会变成这样？莫非被我们打倒了罗浩神，失去力量之后，作为平井的他就会被释放的出来？这伤势看来可不轻啊！尊神呢？这样的结果你满意了吗？可笑，真是可笑。青睐败在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之下，一对出自于无耻老虚血魂的我精心塑造最完美的人偶。尊神啊，打扮你的并不是你精心创造的两个人偶，而是两个有情感有心的人啊。我们不再是为了谁的意志而战，我们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与未来，为了保护一路上生死与共的伙伴，为了保护这充满光明和万物的美丽人世而战，这些加出我们之上的意志和勇气，才是真正让我们胜过尊神您的力量吧。罢了，这一战是无败了，不过至少是败在无自然最高节奏的你们之手。若然无之力在休养生息之后便会恢复，但此刻平体药客俱死，我已无力阻止你们离开。想要回返人世的话，就趁现在吧。这是你们凭自己的力量所赢得的自由。尊神啊，你就这么认输了吗？三师兄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继续未尽的梦想。短剑，谁给我一柄短剑？快，给我一柄短剑！三师兄，刀在这里，把它给我！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凝神剑。黄埔胜，
你竟然动刀杀人！风去而命，鱼欲泄魂，风命为气，山破泄愤，诸气替化，山却回生。风姐姐。三四哥，你觉得好些了吗？三妹，三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我对你用素魂血咒？是啊，三师兄，你还记得这本门不传之秘的救命绝学？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自己也知道这咒语，你明明可以轻易躲开的，为什么？为了救你这一命，我情愿把这条命交给你。反正，如果你不在这世上，我也不能一个人活下去。师妹啊，师妹，振作一点。三师兄，答应我，不再为了过去的破门之恨而胡作非为，我不相信师父的话。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所以我没有后悔，把一切都给了你。师妹，你上次不清，别再说了。三师兄，我没有告诉过你，你和我的孩子是个女孩儿，我把她娶为寒月。现在寄在江苏我姑妈家里，她是个很乖的孩子，你要好好照顾她。师妹，你不会就这样死去的，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，师妹。黄埔堡主，你在笑什么？凤姐姐刚才才死在你的手里啊！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这世间一切的喜乐、幸福，都是和我无缘的。我生来是为了将一切刀荒破灭。我该做的，就是让京师陷入水火纷乱，让人间堕入无间地狱之中。只有愚者的哀嚎与弱者的气沉之中，我才能找到真正的栖身之所，那是安心转世的我的宿命和生来的使命，是吧？黄埔堡主，不要把你的罪过归咎于生来的天命。是你自己妄自欲野心，常让一切变成如此。难道风姐姐的死还不能让你醒悟吗？醒悟，我就是醒悟了这一切，才这么说的啊。看来还不明白这一切的，反而是你吧，夏侯仪。别以为转身能够洗涤你宿命中的幽暗，因为你和我一样。都是暗心降世的凶皇啊，宿命是不会让我们在世上有容身之处的。您很快就会明白，在这人世的永劫炼狱之中，留给我们的终究只有绝望与苦痛而已。住口，我和你是不一样的。这正东西刚才的冲击怎么回事？瞧，天板的中央处冒出了电花，莫非有什么东西在这冲击中毁损了？这世上的妖力是来自于天动影，风子吞天尾之后，师人应该回到原处了。莫非是谁上到天书宇宙，吹动七妖之力立柱于此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
被那些自以为是的食人尊者出卖，莫非你们到现在还不愿相信？那些自私的小人眼里容不下你们的，宁愿牺牲几个笨蛋的性命，也要把你们和幽界和罗喉神同葬于此。这就是愚不可及的你相信那些小人的结果。若你能早点醒悟，站在我和罗喉神这一边，一起放手蹂躏毁破这充满伪善与背叛的人世，那会是一件多么狭义的事。只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黄埔堡主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先走一步了，但我不会干脆就这样认输的。我的憎恶，我的愤恨，总有一日会像罗喉的幽魂般遮蔽日月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将为什么而付出代价。黄埔堡主，等等，咱们就到时候再见了，夏侯仪，不，霍雍。是他们在比方操弄九魂天动仪。夏侯大哥，黄埔堡主说的是真的吗？应该是真的。这股逆力非比寻常，绝非一时的意外，毕竟是有人存心操纵星轨科盘，借此趁此时机将幽界永远封闭。其要之力何等巨大，连此力的太初星盘都已受损，底下的九门天动仪大概也已经毁了。没有这里的天动仪，我们根本阻止不了他们。为什么？他们连我们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恐怕他们只想趁这千载难佛之机，一劳永逸地将幽界封毁。为了成此大业，我们几人的性命他们是不会在乎的。可恨，那咱们一股浴血杀到这里又是为了什么？到头来咱们什么都不是。是啊，顾大哥说的没错，在他们眼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这种是讽刺至极了。我们努力至此，为的却不是别的，是为了保护这些聚居正派的卑鄙小人居住的人世，是吧？夏侯大哥，黄埔堡主，你说的对，我是个笨蛋，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相信他们的我，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笨蛋。不过，此刻还不算太迟。香环子教我的禁法如月对面，我可还是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们想将幽界和我们同葬，我就在被药力绷紧的苍穹铁幕上开有大洞，让他们尝尝天朝硕树的滋味。不行，怎么逼你？现在连你都在违逆我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不是为了憎恨，为了向谁复仇才来到这里，我们是为了保护这个人世，为了让我们长相厮守的触手不受幽暗的污蚀，这才不惜舍弃一切来到这里。若一路之下又能进法毁了人世，我们之前的誓约又算什么？这一切的努力又是为了什么？你说的没错，可是皮等如此对待我们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等着和幽界共命？反正横竖都是死，我就用禁法让他们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不，这一切应非无法可想，我想尊神他应该会有办法的。宾利，你想对尊神说些什么？如何尊神呢？你身为幽界主宰，太古算是三神之一，史必等是大胆无礼，对你刀剑相向，也只想避过这回凶死之客，为人世多争取几千年的余力而已。若因此使三界之一的幽界崩毁，这绝非我等所愿。以尊神无边法力，必定还有解救之法。若我等得尽一己之力，请尊神尽管吩咐。
吩咐？尔等叛逆无道，敢挡江务，伤破至此，如今却乞求无力。执住，请尊神息怒。待此事了后，不论尊神降下何等责罚，势必愿意尽受领受。但求也罢，吾亦不愿幽界活于彼等小辈之手。天东一小气压之力固然巨大，亦还不足以与吾之力相抗。然而，当以吾本职之化苗幽体，不能直接涉足人间之事，因此当年才自创你和霍雍两个人偶。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使命明白。此刻我有悟了应逆缘大法，反逆其要之力，进而回破彼中天洞里，方能解决目前危局。而回复巫之魂体需要两件物事，其一是无清卷血之主遗体，其二是人之彼端历尽之心。并你眼前唯一拥有这两个条件的，就只有你而已。请尊神明示。并你此刻你的魂魄已非无所有，你需得念诵平神之气，全身一意将魂体平现于物，如此我便能引躯体，极具逆缘之力。见你魂眼得是彼等之所，但你的魂体亦将永远为吾所有。即使如此，你也愿意？死必愿意，只要遵守承诺，在之后将你平安送回人世，死必愿意如此。你敢当何物讨价还价？反正事已至此，留他们在此也是无用。一旦无真力回复，得人回破彼端天洞里，要将他们送回人世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尊神广泽大恩，不厌旧过，势必万分感激。势必就是开始平神之气。比你等等。萨姆多摩克沙又在欧米沙什窝。比你
这里是罗兰城，已经变成这样了吗？真是的，我竟然忘了，我的珠环已经没了。我送给宾尼的首饰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是吗？是你把它留在这里的吗？宾尼，这一切都不是梦吗？我终究是保护不了你，终究是永远失去了你。为什么？为何我们非承受这样的宿命不可？宾利，头好晕。这地方是？咱们已经离开六界，回到人间了吗？这周围的废墟又是？莫非是罗兰城？可是罗兰城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还有夏侯大哥呢？夏侯兄弟，太好了，你平安无事。夏侯大哥，只是少了只手掌而已，没长大碍的。夏侯大哥，其实你可以不失去这只手的。哎，夏侯兄弟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那我只为了这样就放弃了他，让我朝永远都永远不会原谅自己。让我失去这只手的不是别人，是在楼兰操纵天斗人的家伙们。那些忘恩负义的背叛者，是他们害我失去这只手和宾利。等着吧，中原诸派十分尊者，就算我只剩下这只手，也要用你们的血来清偿这笔血债。不，笑而已，不是那样子的。是谁？南霸，你来的正好。夏侯义，等等。你是谁？竟然挡得下我的咒术？你是来和我为敌的吗？夏侯义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是谁？这语气好熟悉。我是葛云一啊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胡说，你想诓骗我吗？小公主的年纪哪有这么大？不，罗侯神最后是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双眼逆转的冲阵骗你的十轮，与你们来说虽然只有短短半刻钟，在人间却过了八年的时光。今日以当年罗兰城随天斗女崩毁之日，正好是八年的时间。是吗？也罢，我才不在乎这些。当时企图与天斗女吹崩幽界的，你没有在内吧？没有的话，就赶快让开。我知道你后面的和尚一定有份，我要先宰了他。夏侯义，你猜的没错，当日之事，全是其他三尊者一意孤行。莫说四派掌门高人，连公主和我都阻挡他们不得，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报应。天洞已回破之时，他们首当其冲。当场被幽皇炸得粉身碎骨，连衣角都没有留下。哼，死得好。然而错已铸成，我知道你此刻余愤填膺，因此大祭三尊者来此向你谢罪临死。任你如何杀剐割夺，我绝无恶言。可叹我身为四尊者之首，却没能约束其他三尊者，自是该当同罪。但各派掌门等人与此事全无关联，你切勿因恨而乱伤人命，这全然于事无补，只是徒增你的罪孽而已。你这老头，随我宰割。杀了你这老头就能平我心头之恨，这样就能让宾利回来吗？我可不是三岁小孩。明娘那霸，或许回不了你们这些世代转世的四轮尊者，但我能够让你们永远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。夏侯一别，
米兰喇叭，别以为一切都这样结束了。只要丝轮还在运转，只要气药还在天井分聚，终此一生，我一定能找出那便宜的方法。用禁法也好，用邪法也好，就算要出卖的魂魄，就算会因此坠入无边地狱，我终有一日会真正将幽界降临到人间，永远毁破你们世尊活寻的那些疏遗法力。你们就等着看吧。让开。小大哥，等等我。小兄弟，真的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结果吗？唉，或许我们真的错了。天地荒宇的至善正义，并非僵硬不变的律仪礼法，亦非恣意无序的混沌纷乱，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平衡与自然。自三界创生以来，一切莫不依循此理而行，不论时人仪轨也好，天命流转也好，自然之律并非吾等所思那般交瘁易毁。即使他们受到撼动，亦会如水中涟漪而渐平。此乃自天地创生以来的平衡生复之力，我们健康维持这一，实在无需如此多心。或许只迟了些，但你这老顽固总算能理解这个道理了。过于不及，皆有大碍。我等一昧严守自古传承的思论疑虑，总是不能容许他们两个外来者的存在，结果反得此害。这是我等违逆平衡之理的罪罚。你们若能早点了解此事，结果也不会变成这样了。以夏侯仪这人的脾性，绝对不会对此事善罢甘休。如果他必定好像弄出大事，只怕将来还得咱们多加费心。这也是自然之律的惩罚吧。我这就回宫上顶诸尊武圣，这后果既是由世尊者而起，今后的一切只是由我等负责。夏侯仪的一切踪迹行止，我何等会详加注意。若届时神阙宫和公主愿意协助，我便先在此谢过。好说，事关三界后运前途，神阙宫是不会放手不管的。反正后事可期，咱们静观其变便是。天命自有定数，一切就给我待来日再说吧。一个月后，甘州城谭家铁铺中，装好了，试试看吧。很精巧的铁手，我很满意。老张，真是多谢你们了。能够和恩公的意义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要的骆驼、凉水、行李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骆驼都系在城门旁边。不过恩公真的急着走吗？何不留到明天早上，今晚再好好休息一下。不，谢了，只是此地诸事已了，我也不再需要，也不想再留在这里，还是找一个洞身往中隐去的好。那就不耽搁恩公的时间了，天长地久，只希望以后还能有相见之时。老夫在此祝恩公一路平安。多谢古大哥，历经这段历程的磨练之后，你已经是所向无敌的王者了。希望你别在离乡背井的流浪，早日回国，到我为王，接任大位。虽然我不能亲自前去助你，但以你堪称以一挡千的武勇和诸多神兵法宝，我想复国之路离你绝不遥远。啊，小兄弟说的是，老师生前希望看到楼兰城，我也帮他看到了。
我已经没有理由在这里继续晃下去，是该回去处理一下家务事了。到西方路途遥远，只怕没有机会能看到古大哥以国君之姿来迎。但若我能查明一切，终我一生之中必会前去拜会一次。好，那我就早日收复诸国等你来访，到时候我会捧开十桶葡萄酒，好好喝一通你一番。顾大哥，这是咱们两兄弟之约，可别到时候因为国母一忙就忘了精光了，这我怎么敢忘呢？那么神奇妹子，你过来一下。嗯，这是这枚红色的短剑，是风姐姐最后的遗物。玄妹，你也听到她的遗言，可是黄伯生看她心智已决，即使她真肯抚养那孩子，想必那孩子也不会幸福。所以你帮我把这柄短剑交给秦前辈，并将风姐姐的遗言转告给她，我想她会愿意收养那孩子的。这当然没问题，可是为何现在把它交给我？这件事等我回到中原图再说也不迟啊。我是要去中途没错，但没说要和你一起同行，你和慕容观主一起回去就行了。观主为了你在这里留了这么久，应该早点和他一起回去，好好经营一下当女儿的孝道才是。可是孝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肯和我一起回中途？是讨厌我吗？你想知道真正的理由，告诉你也无妨。自从那一刻以来，我的心和魂都已经变了。现在的我或许一半是夏侯仪，一半是霍雍也说不定。然而不论是为了霍雍旧日未尽的意志，亦或我有一朝一日扼杀和逼你相继的誓言，我现所思所想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如何把幽界带回人间来。我之所以想去中土，为的也是这个。若那一天真的来临，我会成为你和世人的仇敌，迟早我们会以敌人之姿在战场相见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倒不如早点分道扬镳来得好。我不相信你永远是我的夏侯大哥，那个勇敢豪爽又善良温柔的夏侯大哥啊。我知道你忘不了逼你姐姐的事，然而对这一切的满心恨，所以才这么说的吧。你并不是真的想毁了这个世界，只是想再见逼你一面而已。住嘴，你知道些什么？不，夏侯大哥，我不要你变成这样。就当作认识的夏侯已经死了吧。从今以后，我会泯灭过去的心魂和人性，成为为了复活幽界而生的恶魔厉鬼，到我再次见到逼你之前绝不罢手。此刻你相不相信都好，等到幽界真正重临人间的那一刻，你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。慕容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，希望在那一刻我们不用以敌人的身份相见。如果你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再见面的话，咱们就此别过。夏侯大哥，等等我。顾文公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把幽界反遭到这个人世之类的话，以他这个人的个性来说，我想他是认真的。可是除了不可知天命之外，又有谁能预料？只是论流转依旧，该来的总是会来。既然我们没有撼动天命之人，那便静观其变便是。古恩公说的是，或许只是我的预感，但是在那一天那一刻，我们必定会再相逢吧。夏侯兄弟，我会在异国等着你。